好，希望这个全民电影能够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。要说这个开机仪式真的是气势恢宏啊，一转眼就算开完了，于是今天一天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。说到我们这个剧组啊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导演带来的强大团队。这个摄影师看到没，这可是一位香港资深的摄影师啊，好像是 Perry Hu， 大家可以去关注他的微博，你看他帅气的发型就知道绝对不是盖的，所以小编相信他绝对不会手抖的，大家等着电影出来去看看吧。再看我们剧组里这些各个工种的工作人员，那工作效率叫一个快准狠，分分钟搞定，绝对不会让领导操心。当然逮个机会小编就会去偷看演员演戏。那有啥跟我说的？那是啊啊啊啊哎呦，看得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、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每场戏结束都在和导演说戏，手舞足蹈的，看得我眼花缭乱的。现在大概是现在啊，穿件啊啊，你这个手就不要揉，这样子啊。继续吧，继续。OK， 来 ，OK。今天起得比昨天还早，还是在这个院里，小编我来的时候轨道就已经铺上了，可见工作人员来的是多么的早。真的好冷啊，为了让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一手信息，我坚决不戴手套，全程手持机器拍摄，有没有非常敬业？有没有？这是哪段戏？一群人追过去了，还扔这扔那的，有意思，这个必须去看看。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你看这追出去的速度，数飞出去的角度，真是让人啧啧称奇呀！你再看看这负责推轨道的小哥，动作和效率也是让人惊叹，如何控制得这么好呢？再看我们墙上李菁老师的海报，这不会是您在做相声的时候的照片吧？怎么拿来办影视导演培训班了？除此之外，今天还有教室内的戏，看我们的摄影老师和导演、副导演耐心地在给我们的群众演员讲戏，广大群演们若有所思地听着，仿佛已经由衷地爱上了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一旦动了真感情，这戏拍起来就会顺畅很多的。说着说着，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，明天我们就将转场了，要去好多地方拍摄，所以我早早就洗洗睡了。这一大早的是干什么呢？跟要跑马拉松似的，为什么都在追他俩呢？这人乌泱乌泱的干啥子了？这是原来从今天开始啊，乔杉老师就要开始一路狂奔了，导演在他的戏里设置了大段大段的跑戏，来突出东子这个人的性格特点，就是感觉东子这个人这辈子一直都在被追，真是凄凄惨惨戚戚。这段戏跑完了，我们来到了雍和宫。哇塞，一睁眼这是哪儿？小编我顿时觉得穿越了。哦，对，原来我们昨晚来到了燕郊，
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河北大燕郊吗？哥哥组还能四处旅游，真是开心的没谁啦。咦，这么大个，这是车库、工作间还是？我也分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。只见大家还是紧锣密鼓的忙活着。于是小编我继续四处用我的慧眼搜寻一些亮点。嘿嘿，嘘，开机了，开机了。东子第一个进入了画面，接着，哎，这三个黑衣人是闹哪样？你们是来找谁呀？这里又不是上海滩，你们打哪儿来的？直到听到一声咔，小编我才终于梦醒，原来都是戏呀。导演，你们下次能不能不吓唬自己人？也怪小编我书读得太少了，回去我得赶紧把一本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好好看看。你开塑料袋了、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走开。好，准备来，然后演员你看这个镜头。哎，人呢？还学不学啊？一，好，一经八字，准备，一二三八。我说，不是我记得那不是生肉吗？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。下午我们又来到了公园里，看看我们这位彭妮的饰演者孟瑶。啊，别动，这个名小编我怎么好像这么熟悉呢？是不是那个金女郎？哎呀，这么笨的百度去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她。看我们瑶姐这数九寒天的，穿着婚纱真是应该给一个最有职业精神奖啊，有没有？看得我小编眼泪就要下来了。又迷迷糊糊过了一宿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们想哪去了？我昨晚过得很充实。哎呀啊，不是的啊，人家没有去导演房里说戏啊，肥皂也没带。哎，算了，懒得和你们解释，你们懂艺术吗？今天听说可是重头戏，于是我们来到了燕郊的市中心繁华区的大楼上，先拍这段追逐戏。看着我们的商哥这几天被这个人追，被那个人追啊，都瘦了，能不能给他的盒饭里加两个卤蛋呀？算我的进步。骗子，站住！骗子，站住！你好，骗子，我站好。初六这几天你跑了有几次？而且还都是百米冲刺。对，百米冲刺。迎面走来的这个重量级、头挂大金链子、也戴大墨镜的超男是谁啊？宫沙。哦，是剧本中的吕茂。我相信以他的个人条件，应该是追不上三哥的。难怪要找三个杀手，小编我真是太聪明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打死我也不给你们签协议。拍完了这段戏，我们来到了30层的平台，简直是太高了，小编我有点恐高啊。这时我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四角飞行器吗？哎，我去，真飞了啊，太帅了吧！我跟啊，不行了，跟迷糊了啊，哥我错了，你下来吧，赶紧的，以后等我有了孩子呀，让他从小就去玩这个玩意儿去，还能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，多好！哎，跑题了，今天真的是工作量最大的一天。接着我们又来到了楼下，你没看错，乔山老师和李菁老师正在对戏，周围的围观群众非常多，都一眼认出来小编我啊，身边的两位主演的演技还真是一流的棒。这件事儿，咱是不是得好好庆祝庆祝？大吃一顿，大吃一顿。那个，那您加个肠，来4个鸡蛋。